Hello， 这么多人，哥，你怎么来了 ？Amber 发信息约我过来的。我没给你发信息啊。你没发信息？这是谁发的？可是我根本就没有给你发信息啊。好了好了，哥，给你介绍个新朋友，这是我们学校历史系的新生叶菲菲，啊，这是我哥康子睿，电影及广告导演。你好，康子睿。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没有吧？怎么可能？真没见过。哥，人家才刚来没几天，你怎么可能见过他呢？康导，喝点东西吧。好，来杯可乐吧。你们先聊，我去帮忙。嗯，好。他真是你们学校历史系新生？是啊，走吧，坐吧。怎么了？有一天你会想起我这个前女友吗？什么意思啊？这不是我发的。你们都在啊？你怎么来了？搬家发短信让我过来的。我没有给你发短信啊。你什么意思啊？我没有给他发信息。把你的手机给我。这号码是你发的吧？这是我的号码，但是这信息不是我发的。发信息给英东 ，amber 有没有发信息给我哥？那他们两个手机上收到的约他们出去的信息，是谁发的呀？你约康子睿干什么？我没有。难怪你说没约我。男朋友来了是吧？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说呢？这信息根本就不是我给你发的，我根本就没有给他发信息啊。既然你的信息不是我发的，印东的信息也不是万家发的，那肯定有人在中间捣鬼。饮料来了。那刚才还有谁碰过我们的手机？叶菲菲，刚才不是你帮我们看着包和手机的吗？哦，你们去洗澡之后，我碰到华佑熙。我肚子痛去了厕所，然后之后都是他在扛。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啦哥，热死了，拿瓶可乐去。干嘛？这么看着我？很帅吗？今天？原来是你搞的鬼啊！给，喝你的可乐。吴万珀，你犯什么神经病啊？你神经病吧，华有希。你没事闲的是吧？我怎么了？你干这些事情，你是想要钱是吧？好，我给你。你把你的臭嘴给我闭死！我告诉你，我忍你很久了。有钱了不起了？华有希 ，amber， 啊，是不是？没事吧？哎，我伤了你吧？没事。你放开他！被人莫名其妙的打了一顿，换做你的话，你心情能好吗？我陪你去医院吧，你看你这脸。唉，没事儿，这点小伤不算什么。我是从小打架打大的。说的好像混混一样。那倒也不是，只是我觉得打架也是一种沟通方式吧。心里有话说不出来的时候，打架是很好的宣泄。
不过，今天我看你们这帮人，看起来好像关系挺不错的，其实面和心不和，虚伪。我倒是觉得打了挺好，打了，大家以后可能会更好的。反正我觉得 Amber 和万家这两个人挺假的。Amber 抢了万家的男朋友，可是两个人跟没事一样继续做朋友。万家就更假了，说是跟康薇薇是很好的朋友，可是自己却抢了好朋友的男朋友。他们蛮厉害的啊，来这儿没多久，把我们的关系描写得蛮透彻的。我最讨厌抢别人男朋友的女人。怎么，之前被人抢过男朋友啊？有说中了是不是？是啊，说中了。我的前男友就是劈腿背叛了我，还跟了我最好的朋友。你们这帮男人没一个好东西。你不能因为一个不爱男人而否定所有的男人吧？失去你是他的损失，你失去的不过是一个虚情假意，而他失去的却是一颗真诚的心。好吧，听你这么一说，好像真的是他的损失。不过我还是不会原谅他的。你太不了解男人了，你越恨他，只会让他觉得你更爱他。男人都是很自大的。照你这么一说，你的前女友一定很恨你了。并不是这样的，她并不恨我，而且我们现在是很好的朋友。啊，说到这儿，我觉得还蛮失落的。你还忘不了她？男人都下贱。对啊，男人下贱，女人犯贱，不见往少年嘛。其实我觉得你特真实，特单纯。那可不一定，说不定哪天你被我骗了。干嘛？等啊！哎，我觉得如果你留长头发的话，应该还蛮漂亮的。神经病！神经病啊！变态！啊，那短信是你发的吧？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你以前不是跟我说过吗？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到这来看叶尚寒。怎么，我把运动打了，你过来报仇啊？我是来感谢你的。我谢谢你，让我认清了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人是英东。可能我心里还放不下子睿，但他已经是过去式了。说吧，你为什么要给我们所有人发信息啊？还不是为了弄清楚你们几个人暧昧的关系。哟 ，Amber 也来了，还好我又多买了酒。你们两个是不是有情况啊？哇，你嘴怎么这么多啊？我觉得他是我应有的品味，笑了就好了。来来来，喝酒。啊？哎，走，走。哎，干杯！这样喝好像有点无聊吧？要不然我们来玩一个接龙游戏。好啊，每人说个不一样的敬酒词。我先来。为了我们从前的友谊和未来的友谊，干杯！为了我们的前男友跟现男友，干杯！为了我闯进了你们的世界，干杯！干杯！干杯！为了你和我跟我妈争宠，我还拿你当兄弟，干杯！干杯！为了你们俩先生情妇后生贵，干杯！那为了你们的一夜情，干杯！干杯！干杯！这杯干不了，我们俩不可能有一夜情，我跟他顶多就是兄弟。干不了，干不了！啊，这样这样，为了你这个大美女和我这个大帅哥，你第一次去有一夜情，干杯！耶！干杯！为了我打了印东，打了康子睿，保护我哥，干杯！讨厌。我玩游戏。Amber，Amber，Amber， 有心。
样啊？啊，醒醒，醒醒！嗯，好渴啊。安本，你怎么也在我们家呀？嗯，跟优希喝酒，然后就跟他回来了。嗯，哎，你告诉我，你们都干了什么事？你说，你跟我说呀！我睡觉干嘛？梦姐，你误会了，我一直在楼上睡觉，没有下来。嗯，那你为什么穿佑希的衣服？我衣服脏了，这是菲菲帮我换的。菲菲？嗯。梦姐，你回来了。菲菲，你告诉我，是你帮她换的衣服吗？啊？对啊，她衣服是我换的。他们俩什么都没干吗？啊？没有啊，佑希一直在这睡觉，我一直在陪 Amber 在楼上。早就说过没事了嘛。Amber， Daddy， 你 ，Hello， 你混蛋！你不要碰我儿子，他们什么都没做。Victor， 赶紧送小姐回去。是。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说。你不是发过誓说你儿子再也不会纠缠 Amber 吗？啊？今天的事情你怎么解释？今天是意外，你放心，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这枚蓝宝呢，是我一朋友的，现在他急等着钱用，托我寄卖，只有4卡。没关系，你知道我最喜欢收藏蓝宝的。他打算要多少钱？他呢，要60万。我说顶多40万还有点机会。不，别压他价钱，我要了。
不过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是买家呀。妈，这件衣服好看吗？挺好看的，是不是？是啊，挺好看的，不仅好看还帅。啊，你来看看那个这件衣服多少钱？后边的标价。好，10699。哇，10000多啊！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儿子，你喜不喜欢？是啊，先生，我们这里的西装都是名师设计，手工定制，从米兰空运回来的，每一款也都只有几件啊。谢谢你。不客气，喜不喜欢？没关系。妈，你那个还是算了吧。我觉得我俩更适合运动装，是不是？对对，有这钱不是吃顿好的？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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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喜欢妈就买了，大不了这个月把卡刷爆了，下个月补上来不就行了吗？哎，要了。哎妈，我不允许你为我们兄弟俩做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钱也不是这么花的。妈，要是咱真有钱了，就给你把蓝宝石戒指买回来。就是就是，我一点不想去留学，只想陪着妈。以后我结婚了，我也会和我老婆事先声明，好好的孝敬您。嗯，走吧，乖了乖了，回家了啊。不好意思啊。走。没关系，谢谢，谢谢啊。不好意思。我们到楼上去看运动装。就是啊。好。小心吗？嗯。叶总，我可不可以原价把我的蓝宝石戒指赎回来？为什么？你不是为你们家老二出国筹措费用的吗？我儿子舍不得我，他不出国了。哎，你能不能告诉我是谁买走的？我用高价把它买回来呀。孟姐，典当的规矩你是最清楚的，是吧？我们不可以向外界透露客户的资料的。再说了，就算你知道的话，恐怕你也买不回那枚戒指了。为什么？他是一个外国的游客，我想你的戒指已经在国外了吧。华有希先生，你想来我们这里上班，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们高级时装店的售货员都要有大学以上文凭的？我马上就大学毕业了，虽然现在还没有拿到毕业证，不过我相信，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而且，贵商场也不希望找一个学富五车但是完全没有沟通能力的人过来做店员吧。所以对于这一点，我是很有信心的。小伙子挺自信，自信是好事，不过过度自信就是没有自知之明了。那我是虚张声势还是真的自信？您请我不就知道了吗？你这个夏天才毕业，凭什么觉得我一定会聘请你？如果贵商场针对的是40-50岁的客户，那我想我可能没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了。但如果您针对的是20-30岁的客户，那我想我还算了解当下年轻人的喜好。你为什么这么想到我们这个商场来？我看了您商场的风格，觉得够时尚，够新颖。如果每天能来这里工作的话，我的心情也会不一样。口才挺好啊，不错。我们年轻人没什么经验，但肯定会更加认真努力。那先来上班试试吧。好，谢谢你。再见。不客气，再见。恭喜你啊！啊，厉害吗？文凭那边拿到就先找到工作了。那是啊，没有这两板斧，怎么出来混江湖啊？虽然现在只是试用期，不过我已经很满足了。
走，我请你吃饭。别啊，我请你吧，反正很快我就有钱了。儿子，别忙活了，来喝杯茶。谢妈。你今天怎么这么乖啊？在家陪着妈，不用去花店吗？妈，我约了万家一会儿出去，所以现在赶紧把活干了。我还想多陪妈一会儿。我说呢，都是有计划的，这儿子长大了就留不住了。瞧你说的，我就出去一会儿，干嘛这么难舍难分呢？别太像我啊！去去去去去！你什么时候跟你弟学的油嘴滑舌的？人家是养儿防老，我是养儿跟人跑。我能跑哪儿去啊？跑也跑不了你的五指山。儿子，嗯，妈想问你，你是不是很喜欢万家呀？妈，你是不是不喜欢万家？我当然不喜欢他，他之前都没有选择你，是微微喜欢你的。你平时又不愿意说话，妈都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你到底喜欢谁？你可以跟妈说吗？不管我最后选择谁，我都会把另一个当妹妹一样看待。傻不傻？那妈跟你说吧，啊，再这样，你两个感情都得不到。女人呐，如果没有把你当成第一选择，那就不是真爱。但是，微微她只爱你，她对你的爱是很纯粹的。还有，你不顾老妈的感受，你看，现在多少家庭的婆媳关系不好，儿媳妇不好，你妈会被气死的，知不知道？这个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如果真的发生在我身上，那就太好了。给我一个伟大的分手理由，就别再烦恼。儿子，你什么时候学会哄你妈了啊？妈，其实我最近有在吃菲菲跟佑希的醋。不说了，先去洗碗。妈，去你洗碗去。梦姐。你看这个是什么？电脑？哎，怎么没显示屏啊？这个是扫描仪，就是可以把旧时候的照片通过这台机器扫进电脑，这样你就不怕以前的照片不见了。哦，我倒听佑希他们说过。啊，其实这个是商场抽奖得来的。因为我想梦姐你肯定会有很多很好看的照片，所以这个送给你做礼物了。菲菲啊，你真贴心，阿姨就是喜欢你。那我来帮梦姐扫照片。好啊。照片怎么只有一半呢？那一半丢了。可是这旁边好像还有另外一个人吧？那个人不重要。不重要？那他现在人在哪儿？他死了。死了很久了。哦，没事儿，那我把这半边也扫一下。扫吧。干嘛呀？什么事不能家里说，把我约到这儿来？喂喂喂，
干嘛不说话呀？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我们说正事吧。干嘛板着脸？得癌症了？认真点行吗？说吧。其实我今天叫你来，是有一些话要跟你说。我希望你听了以后，不要告诉别人。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这么严肃啊？好吧，你说吧，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的。其实是关于我的身世。身世？我一直是我妈养大我的，我爸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离开了我妈。好了，好。告诉你，你当年抛弃和我妈，现在又舔个脸回来找我们。像你这种不负责任的男人，我心里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认你当爹。要不要再狠一点？可以啊，来，继续。你这个败类！败类中的禽兽，禽兽中的渣子！告诉你，你就是古代一兵器剑，我这辈子也不想见。还有啊，你当时图一时痛快，拍拍屁股走人了，现在回来干嘛呀？啊，积富济贫呢？怎么样，够狠吧？是不是少了一点什么？差点什么？是这样的，我爸在离开我妈以后就变成了有钱人，我妈养大我也不容易，所以我想问她要点赡养费，孝顺我妈。太让我感动了，你放心吧，这事交在我身上了。接下来，你给我听好了啊！你不要以为我骂了你就完了，该负责任你还是要给我负一负。我告诉你，你除了需要赔偿你欠下的赡养费，你还要赔偿我和我妈的精神损失费以及未来的生活费。现在物价这么高，我妈拉扯我长大不容易，你知道吗？所以呢，低于七位数你好意思拿出手？你拿得出手吗？过一会儿我会把时间地点给你，到时候带着你的钱过来见我。吴叔叔，谢谢你来看我父亲。别忘了，他不光是你父亲，更是我的好朋友。我本来就应该关心他。哎，对了，医生怎么说？医生说他的情况比以前好多了，现在开始有意识了。少了你爸跟我斗嘴，
还真的觉得有点寂寞呢。哎，有记者，快走，走。这些记者在医院等了那么多天。 才派到你来看我父亲，不知道他们又会做什么文章。哼，我吴雨婷在商场混了这么多年，要是连这点流言蜚语都经不起，恐怕早就倒下了。随便他们写，他们无非就是要写我为了吞并你们英氏企业，派女儿来跟你谈恋爱。在他们的笔下。 早就把我塑造成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妖魔了。要不要我找些熟人来处理一下？千万不要，这么做只会越描越黑。所谓名满天下，谤以随之，我吴某人不在乎。吴叔叔可真是沉得住气啊！要是我早就乱了手脚了。希望以后您能多教教我。<笑> 英东啊，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出手来帮助你们英氏企业啊？因为我是安贝尔的男朋友，你不愿意他伤心。错了，我是因为你是一个可造之才，你出身好，懂进退，知分寸。我身边正缺乏一个像你这样可以培养的青年才俊。吴叔叔送你一句话。 我希望你跟我一样公私分明，生意归生意，感情归感情，咱们之间不要把 Amber 给扯进来。我不会因为你跟 Amber 的关系对你另眼相看，但是如果你是个废物，即使 Amber。 还有多久才到啊？这么偏的劲儿！哎，这你就不懂了吧？有些时候东西越好吃，地方就越偏僻。嗯。花儿戏，有人在偷窥你。哎，没关系啦，一定是暗恋我的学妹。 他们得不到我的人，只能通过照片来看我了。别理他们，做外人民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去个洗手间，很快就回，你等我。啊！你谁啊？ 谁派你来的？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不认识吧？原来是土豆的人啊！你认识我老板啊？我只认识，你知道我谁吗？不知道。 你连我都不知道，还学人当狗仔啊？人家老大以前都是跟我出身的。那你到底是谁啊？
我真想告诉你，我非常讨厌别人打扰我的私生活。我的原则就是，只有我拍别人，没有别人拍我。你明白吗？你又没发我工资，我为什么要明白？发你工资人来了。喂，你跟踪那个八婆怎么样了？桃豆，你这个没种的叫我八婆啊？你别忘了是谁扶植你这混蛋到今天这个样子的。电话怎么在你手上？想挖我的料，你还差着远。我的专职就是查别人查不到的东西。怎么这样啊你？太过分了，我手机。